我们介绍我们 ASA 的台湾制造的 Silicon 开柄刀，它有一定的厚度，而且有相当的，它有杠杆的效果，所以它会很省力。它这厚度的设计来切这个口，我们刚刚好这样切下去，就刚好是切到这盖子，不会切太深伤到我们的。而且它因为杠杆它很省力，所以我们在切割这个胶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斜着切，很轻松的斜着切，看你要切什么角度，只要顺着这个贴上去就可以斜着切。可以直着切，因为它的杠杆非常的省力，所以我们看到会更安全，而且快速的切割我们的矽力康胶卷和瓶盖。然后平常的时候可以这样子从这里关起来，它刀子就会收在里面，比较安全。要使用的时候打开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切割这胶卷的时候，只要放进来就可以这样。